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这一把我们进的是阿拉斯加哦，开的就是 QF3.7 RAM 这辆车，这辆坦克歼击车，全重是5.0啊，不知道我们这把会进什么房间。第一把玩这辆车，这是，所以说，希望可以打得顺手一点。我们哦，要把 HE 关调掉哦，第一把玩，弹药都还是满的，哎，没调过。就带22发好了，反正车看起来挺开阔的哦。这个布局跟 VFW 真的很像哎。右侧我这边是空的，左侧是有弹药的，好像没有被拉太多壮丁，一点点吧。哦，我希望这车如果是这个分布的话，人类都是什么人类？人都是裸奔的话，希望可以。怎么讲呢？不那么容易被一炮打死，只打毛子，对面只有毛子，让我们稳步前进好了。你看到吧？就这个炮是从头顶上一点点开出来的。我目前开下来感觉，左右的扭动我觉得还算挺顺畅，左右扭动挺顺畅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算炮塔转速慢，问题应该也不算大。我们这边还有一辆 QF 3.7 RAM，不过极速还是不够快啊。大概平时正常的巡航速度大概会在30不到左右，30左右我估计能到。3.7，哎，哦，可以到30多，极速可以，现在可以开到30多。因为我这个车自然而然它是那个完全体啊，所以说开起来就是完全体的手感啊。前面有引擎声，停下！前面有引擎声，听到了，好响，在这后面，哦，就在这边，好像看不太到，我们慢慢的往回退啊。这个车它左右炮塔转得慢的话，就要靠左右扭动了。万幸我现在感觉现在左右扭动还可以，打不到好像打不太到。我从来没用这个打过人，不知道打出去手感怎么样。哦，这个布局真的很酷哎！7个人，5个在外面，2个在底下。往前一点吧，右边有人。我的右边房子被，哎，有人。T34，哎呀，这个角度不对，我应该打他再侧面一点的。哎，往前，往前。往前，往前！哦，我打他，他打我，他死了，他炮手没了，他死了，我炮手活着，2炮干掉，这是我的首杀，这辆车的首杀，T3457。我刚刚侧面那个不知道还在不在，刚刚侧面房子另外一边的，左边对面在站完了 B，但没看到人。倒车有点慢啊，不过这是英国车通病了，习惯就好。哎，有人，T3457。原地转向好了，原地转，哎，原地转得快，原地转得挺快的。哎呦，他死了，哎呀，太急了，我应该开近的。不过，哎，他是受伤了吗？拜拜，94毫米的炮，后效还是足的，这后效绝对可以。刚刚运气好，他那个估计是死了装填手之类的，还是怎么的，装填有点慢，没看到人，缩进来一点好了先。哎。那边有人了，扭身，哎，转炮塔还不如扭身子。哎呦，哎，哦，装填手死了，怪不得他不能马上开炮，他在缩。短距离的加速其实还可以啊，小加速。哎，死了，不错不错，三杀了。这车是，哎，又一个，哎呀，打不到了，再往前抓一点。能不能抓到他？哎，完了！哎，4杀，KV1。哦，上帝保佑，他好像超过90度了。我打不死他了。啊，我到极限了，90度了。我炮塔转不过去了。哎，我死了死了。不过还好的是，我带了。哦，我真的很耐打，这个跟 VFW 很耐打。我还好，我带了那个。我带的备用车，我死了，我再出一次备用车，好吧？
别打我了，哥，哥，放弃。哎，我死了，这下是没救了。队友目前最多才一杀啊，我一个人杀了四个了。哎，能不能干他呢？哦，哎，哦，三四八五，弹五疼。再重申一次，还打得还不错啦，到目前为止杀了四个人这辆车。怎么讲呢，驾驶手感其实还不错，虽然说炮塔转得慢，但是原地转向很快。然后的话俯角虽然不好，但是它炮的位置高，所以说其实打出去的感觉还可以。炮高，不过我刚刚打都是平地战了，我没有越野战，所以说还可以感觉。不过对面现在压得很凶啊，对面把我们这边估计这把能很难赢了。哎，那边有人，看到有人，看不太清，我看到有人飘过去的，稍微注意一下右边，然后看前面，我看刚刚看到前面有人动，哎，哎，看不到了哟，在哪？哎，明明哦，在这儿，是他吧？杀我的 ，yes， 报仇了 ，T3485， 鸟东西杀我，有人过去了，一个过去了。哦，这队友吓我一跳，刚刚过，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炮从队友身体里穿过去了，干掉了，苏八五，杀了六个了，哎，刚刚过去那个看到了，在这儿，哎呀，慢了，哎，他停了，队友别杀，队友留给我，啊，队友吃掉了，六杀一助攻还不错，打到现在六杀一助攻还不错。我们往前进吧。我觉得各位如果说英国 5.0 附近的你们觉得没有开的舒服的车，其实这车还不错的，而且它是金币车，它是金币车的收益。既然都是任务白送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任务那么好打，几乎大部分人打任务的都会有，所以我建议你们如果不缺一点点那个金币的话，自己留下来用，我觉得还不错的。英系没开完呢，我的话我不保证会留他了。哎，这里面有人的队友在跟他图，哎，死了三 T 三四五七，停下，哎，来了，小宝贝，七个人头啦，这炮的后效真的很舒服，94毫米的炮，后效可以的。而且很耐打，这车跟 VFW 一样很耐打。虽然很可惜啦，炮只能转左右转90度，但是也够了，一般来说也够了。嗯，我觉得还是要输这一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隐隐这种感觉。七个人头蓝，哎呦呦，别扫我哥，扫死我一个人，还好就扫死一个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右边这个死的好惨，站在那边被插死的。往前慢慢走好了。我的，哎，听不出，现在听不出什么声音。往，继续往前走，往前压一点。走，在平地上的驾驶手感非常顺滑啊，目前看来。哎，有个小快车，在这边等一下，看看是什么车。哎，来了，哦，防空车，裸奔的，哎，快跑！他没看我，还好，我这车防不住防空车。正面你们也看到了，刚刚才10毫米的装甲，防空车打我几炮就死了。哎，右边有人，右边他出来吗？他不出来，他开过去了，那我们去找他。嗯，哦，这边没有路，好吧。往前绕一下去找他。七个人头现在，哎，刚刚那个防空车，这个炮打防空车其实蛮不稳的啊，毕竟7秒多的装填。走你，拜拜 T 三四一，八个人头，从外面绕一圈吧，看看刚刚那个防空车还在不在。我猜他会绕一圈去 B， 因为现在也就 B 没有被占下来。
我现在还有六个成员组，暂时还有的打，可以撑好久呢，我感觉。这车而且其实看起来不大，虽然那么多成员，我喜欢这个车，虽然它不是那种特别灵巧的车，但是手感还不错，我喜欢。I like it, I like it, like it, like it。在哦，在这儿，那个小车，上帝保佑别杀我，我杀。哎呦，这个他妈的哟！哎，他躲起来了，我一炮进去，他妈的一个人都没杀掉，毕竟不是纯装药弹啊。交给队友吧，我这边打不到他了，走吧。啊，队友开始打他了，那他应该死了。那边那个也是我的队友的 QF， 哎，死了啊！一个助攻，又一个助攻啊！现在七杀两助攻应该是。哎，我们再往前往回去找吧。这一把输是应该是输定了了，我们大部分的队友都刚刚从家里被压着出不来呢。听声音，现在暂时没听到什么引擎声，好可惜哦。刚刚那个，但防空车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难杀。正面没人，出去以后看一下左边好了，只能赌一边吧，要么看左边，要么看右边。我其实平时一般没什么耐心了，看一下左边，没人。前面呢，好像也没什么人。哎呀，撞墙了，到轿车。哎呦，又有人打我。他一炮过来，一个人我都没死，很棒，我喜欢这种车。哎呦，又一炮。哎呀，你死了，宝贝，再见。九杀，九个人头。我还有四个成员组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尤其像他这种三四五七这种小炮杀我，其实更难。大口径的 HE 估计可以一炮崩死我。往 B 附近走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我左边，我右边三个人全死了。哎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快取消修理，掉头。哦，这原地转向真的很他妈快，做好准备啊，万一可以反杀呢？我不知道是谁。哎呦，操，完了！啊，驾驶员完了，我死了。妈的，防空车驾驶员，哎，太可惜了，好可惜啊！这一炮进去杀死他驾驶员，最后死于九个人头啊！出一架台风炸一个人好了，炸一个人这把结束了，这把输了啊！我们这边分已经基本快掉完了，但是我第一把玩这辆车就拿了九个人头，虽然死一次啊，但是九个人头真的很不错了，个人觉得这辆车很舒服，开起来很舒服。而且我觉得你如果狙击的话其实不难狙，毕竟后效足，然后怎么讲呢，就是你远距离卖个头的话对面杀你很难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哎，那个死了，我又打一个助攻，九杀三助攻，本来还想去扫死他呢，那就关引擎看看下面有什么人吧。三个点都在掉啊，那么好反而看不到人了。哎，那边有个人，看不到在哪儿，好像在这墙后面，看不清，我不想浪费了，看一眼，真的在那儿，苏八五，掉头，哦，对面开始站 A 了，哎，对面没，哦，对，哦，对面开始站 A 了，我看错了，刚人呢？炸 A 吧，没看到人，人在哪儿？再拉起来一次好了，反正。台风的炸弹只够炸一个人啊！看到了，他屁股对着我。台风的炸弹只够炸一个人。台风想扫死人的话，只能扫敞篷车了。走吧，反正这把输了，而且速度有点没了。我刚刚不该一直关着引擎的，而且现在有防空车在扫我，他妈的！走，炸他！炸死你丫的！哎呦，蹭到了 ！Yes， 炸死了。还炸到了自己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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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了溜了，十个人头，游戏结束，好吧，我不想再出台风的备用机了，差不多了，十杀三助攻，不错了，第一次玩这辆车，很好玩，我觉得，认证好玩，
好吧，那宝贝们给我三连吧，三连三连三连连，好不好？就到这里吧，谢谢你们看这个突击的视频，之后没卡瓦可能还会有一个突击视频，就这样吧，就到这里，明天看大山猫，不要忘了明天的山猫，拜拜。